首先要介绍的是来自 MAC 的口袋双色修容打亮盘，这款产品拥有两种色号，特别是极具人气的超激光炫彩屏 Double Gleam 与著名的 Omega 色调。它的便利性不仅体现在它的优质质地与时尚的包装设计上，还有携带方便的大小以及内置镜子，可以随时补妆，保持妆容完美，真是日常必备的化妆品。相较于其他修容产品，它的高级性和双重功能无疑让每位修容爱好者爱不释手。无论你是彩妆新手还是专业妆容师，这款修容盘都是绝佳的选择，帮助你简单上妆，也让妆效更持久。接着我们带来 CanMake 的小颜粉饼，它专为修容设计，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可以说是无懈可击。它提供多达四种色号，无论您肤色的深浅和冷暖调，难以选择，此款粉饼可以轻松解决。它的柔焦特性可以让妆容更加自然，瞬间遮掉毛孔，是修容新手进入这个世界的入门佳品。如果你渴望拥有入手不难、效果显著的修容产品，这款小颜粉饼肯定令你惊喜。我们的第三款推荐是 HIM 洗蜜的三色修容饼。这款修容饼设计非常巧妙，它把多个色调集中在一起，让使用者可以根据需求自由混合使用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需轻轻一刷就能上妆自然。粉质细腻，不飞粉，能与底妆完美融合，帮助创造出清新自然的裸妆感，特别适合对于修容有多重需求的你，是理想的选择。接下来介绍 Solon 神隐修容饼，这款产品以其超细粉质和轻盈特性而匠心制作，为用户带来极为自然的纹理上妆体验。这款修容饼精准设计，专为亚洲肌肤提供的色系适合黄皮肤及其他各种肤色。它的雾面效果能够达成阴影效果，让面部轮廓更分明，非常适合修容的新手。再次以其极具性价比的优势，对于想要提升修容技巧的人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1028轮廓线修容饼，使用了进步的双质纯雾柔色粉体，给使用者带来温和的上妆体验。这款修容饼不仅颜色多样，而且用来修容的效果可说是相当自然，全线支持各种肌肤需要，尤其针对新手设计，无需过多技术，也能轻松使用，提升妆容的立体感。就算再忙也能快速整理好妆容，这款修容饼显然是对任何妆容族群都友好的完美选择。